主料，干邑二20克，菠萝200克，辅料，红枣、枸杞、冰糖，水2升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全部材料银耳泡发，去掉根部，撕成小朵，银耳加水入锅煮开后，小火煮至柔软有粘性，约40分钟左右，加入红枣和冰糖，继续煮至15分钟，菠萝切小块，泡大盐水片刻后捞出沥干，将菠萝倒入已经粘稠的银耳羹中，煮10分钟，最后加入洗净的枸杞子，再煮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一菠萝要用淡盐水滤泡一下，以减少菠萝蛋白酶，避免有人过敏的现象发生。二菠萝不宜煮制时间过长，以免失去风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